好，上午的9:05，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做乌克兰时事分析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张老师，儿子。您早，陈小姐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好，老师，我们想直接先请问您一个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哈，他基本上呢最近又开始他的演讲之旅，基本上他演讲没停过，月初其实才去美国国会讲，那昨天又再一次的讲，而且这一回呢，不管是加拿大或者是美国国会，甚至之后他说还要去日本讲，他都在重复的提及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禁航区。当然，不管是北约防长会议这边已经直接拒绝他了，美国这边昨天拜登也再次拒绝他了，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谈这件事情。要请教老师的是，目前这件事情对于泽伦斯基来讲，对于乌克兰的局势来讲是至关重要，那原因在哪？而没有了禁航区这样子的一个禁令，对于乌克兰现在在地面部队作战上头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想啊，基本上来讲，这要有好几个层面。首先啊，从国际政治的层面而言，对于弱势比较弱势的国家四处去求援，更何况啊，泽伦斯基本身是演员出身，他这个善于演讲的能力，确实啊，给乌克兰去寻求外援以及啊国际啊声援跟啊资助上获得了很好的声势的效果，但是实质的效益啊究竟能达成多少，我觉得大家要冷静的观察。但是呢，去啊这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是必然的。我们啊这个觉得他今天啊在啊美国国会对着啊美国国会用珍珠港跟91来诉求，这个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自然可以啊打动啊这些啊所有的这些听众。但是呢，国际政治啊是非常冷酷，而且啊非常理性的所谓的战略的算计，不是啊用这些煽情啊或者耸动的手法就一定能够打动人心。所以在很多情形之下呢，他啊叫好未见得叫座。但是他假如跑到日本国会演讲，再提到珍珠港的时候，那就变成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呢，他的所有对不同对象的演讲，确实啊经过精心的设计。但是呢，他提起啊禁航区，就是摆明了希望设计一个机制，然后呢将啊西方世界拖入战火。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他认为啊他对于西方的资源仍然啊抱持了相当期望。所以谈判的时候，他也使出缓兵之计，希望能够拖延，然后在最有利的条件之下达成了协议。但是就目前的协议的状况而言，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是相当的严苛。所以呢，我们今天媒体虽然整个西方的媒体一边倒的好像讲说俄罗斯是被打得灰头土脸，但是假如真的被打入灰头土脸，他没有办法去提出来要求别人的非武装化或者去军事化，或者说要维持中立化这么严苛的条件。我们要了解假如你愿意保持中立是出于国家自己的意愿，那没有话讲，那是他主权的选择。假如是在被别人所逼迫下要维持中立，那基本上来讲是丧权辱国，这个政治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看无论是瑞典、奥地利、瑞士，或者说是芬兰，它维持相当程度、不同程度的中立，都是国家自己主权的意愿。假如被人家这个城下之盟逼迫的要非军事化，而且维持这个中立，甚至非军事化是处于国际法上之中的国际第一，说不要在哪里驻军或者不要武装到什么地步，那也是很多不得不屈服的国际现实。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个是非常非常丢脸，而且就谈判条件而言也是非常严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提醒，尽管俄罗斯他很多的战况损失惨重，但是说是俄罗斯一败涂地或是被
这乌克兰迎头痛击，我觉得从谈判的这些的结果上来，我们觉得可能观察要更加的审慎。而且呢，我认为媒体报道不断的在讲说，俄罗斯到现在已经阵亡了4位将官，而呢没有任何乌克兰的将官就是阵亡或者殉职。我们假如深入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俄罗斯的军队将官能够身先士卒，然后牺牲，那个是代表俄罗斯本身的战志可能更加的坚强。我们都要记得以前在1980年代福克兰战争的时候，有位中校的琼斯营长阵亡之后，整个英国的伞兵士气大振，因为他知道他的长官都能身先士卒。同样在以阿战争之中，以色列军官的这个损伤跟这个阵亡的比率是最高的。英国的伊顿公学进去，因为伊顿公学很多都是在英的军队担任军官，他伊顿公学一进门里头有讲，伊顿呢没有什么，但是伊顿呢为帝国捐躯担任军官，为帝国捐躯的最多。所以我们很多的身后跟我们新闻媒体的诠释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但是总而言之，能做提出这么严苛的条件，我认为乌克兰恐怕也是非常的痛苦，难以接受。所以他仍然在继续努力，希望获得国际的澳元。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在战争打起来之前呢，这个战争打起来之前，你提供的军备跟经济的援助是希望达成战略吓阻的效果，让战争不要打起来。但是战争打起来之后呢，再提供任何的军备或经费这个资源，那这个是我让战争能够继续下去。各位，我们要知道，现在即使拜登这个大笔一挥提供了10几亿美元的军备的产品，无论是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导弹或者任何东西，我要提醒我们今天不是会打电动玩具就能打仗。你那个军备产品要运到那边战地，要去训练我们大概只有我们的立法委员会智商低到会讲说，年轻的一辈会打电动玩具就能够打仗。各位，现实的战争跟战场残酷的，你要把高精密的军备跟产品能够接收到手，能够运用，我认为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绝对不是说会打电动玩具就能够输赢战争，所以在这边我认为在整个形势上确实是相当严峻的。推荐大家这一台旺旺的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3分钟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你只要一瓶的电解液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要去哪里买呢？上快点购的网站就可以买到了。